那我们最上面这一层就是放一大堆，电极。那我们最上面这一层就是放一大堆不关摄影的。那我们最上面这一层就是放一大堆的产品包装，就是不关摄影的都放在这边，那有关摄影的就在这边呢、啊。大家应该看得出来，全部都是摄影器材。那这一层呢，就是我的什么美劳作业啊，我觉得还蛮值得留念的东西都在这一层。最下面这边就是没有动的任何产品都。那最上面这边呢？就是所有的电子产品。最上面这边呢，就是我所有的产品包装都在上面，不关摄影产品的全部都在上面。那有关摄影的呢，全部都在下面这一层，就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啊。那再下面一层就是我的所有美劳作品，就是我觉得还蛮值得留念的啊，就会在这一层出现。那最下面就是我们还没有给大家看的，但是就是也是一样，一大堆电器产品，一大堆摄影的东西、啊。好，就这样了。